This is THD Family. Hello, 大家好，我们是 THD 家族。今天为什么要刻意这么洋气呢？是因为今天的主题，就是跟时尚有关。那么到底具体是什么？大家看到我们后面已经哇摆放了各种。今天呢，我们要考验的是，给你一个限定的主题，你给你的队友来一次穿搭，看他能不能搭出你想要的感觉。三、二、一，哎老同学，你又说到他了。我在哪儿？巧了，对呀，一起展示一下啊，展示。罗新瑞昨天晚上梦到了自己变成了童话里的小王子。哇、哦，感觉要升仙，待会儿。我抽到的是我们的哥哥王子云，在朋友的派对上，我绝对是大赢家，是要去参加 party。party 的感觉。赢海明啊！哎呀。这应该好适合我啊，明完了想安静的唱一首歌给你们听，应该是给我的吧，我抽到你了。我抽到的是白红涛，大金面，让你们看站在舞台上的我是如何闪闪发光的。哎，好的，是陈其东，在练习室的自己就是一名 rock star， 摇滚明星哈。弟弟是为什么今天打扫宿舍的人又是我跟何旭非常的巧啊，他抽到的是我的，我抽到的是他的。今天我不是练习生，而是运动场上的追风少年。那大家都准备好了啊？ Yeah. Yeah. 只有30秒时间啊！我不适合 rock star。换下！等我没裤子，停！我们来看一下弟弟搭的。就是你要把 Siri 穿成像莲藕一样，是吗？就是全是藕色、藕粉，好粉嫩啊！我天哪，我给哥哥拿的，因为要 rich 的感觉，所以我还拿了大金链子、小金表就没有。这个去 party 也太不时了，这个像服务员啊。东哥，我是鱼是吗？给我搭的这么蓝，小清新，你看，就是鞋也这么蓝，很安心，很安静的唱首歌，你看很小清新，有没有觉得？他是上舞台最闪亮的那个，所以我给他挑的这个眼镜也是很闪亮，对，还有这个腰带。还有这个豹纹，因为我刚才挑的时候那条西裤被拿走了，然后我就只有这一条还凑合的能搭上。陈一中 rock star， 这个哪里 rock？ 你告诉我，我觉得这个很 rock， 那个很 rock， 这个哪里 rock？ 你告诉我，业余摇滚，校园摇滚是吗？对，就像是我穿了校服高中生，这个明明就是棒球喇叭裤，这个是棒球服好吗？我觉得你在宿舍应该就是要穿的随意一点，这裤子也太，对吧？是，因为你要拖地，对吧？就是不可能穿长裤，就是那种，就是会扫到垃圾。一开始我想给他拿短袖来着，但是菠萝咪咪，现在不是冬天了吗？然后给他拿一个。那我们接下来就我在换衣，换衣服吧 ，OK 吧？我秋裤要脱了呀！啊，好痒啊！海绵，别碰我！我一直在碰弟弟。等一下，等小白帮我系好领带，我们就结束了。我们的走秀现在开始，请掌声有请 THD 造型团。喂，太丑了。不抢你的树哥，真的厚。哇、wow, 哦 ，cool man， 行，咱俩一起走吧，我觉得这 C 组合，咱们插兜，对，一个手插兜，一个牵着，狙击服，这 C 组合，哈哈哈哈哈，哇，油腻。弟弟，卡哇伊，卡哇伊。我们觉得就是我们互相的盐水嘛。我觉得今天我们请到了，之前我也说，请到一个非常著名的造型师、服装搭配师来给我们点评一下，好吧？就大家来让他来说一说，在他的眼里，我们的这些衣服搭配的怎么样，好吧？好，那接下来就请我们掌声有请我们的服装老师，来，让我们再次欢迎我们的老师。
吧，老师穿的仙气飘飘，我都怕踩到他的，挡到他隐形的翅膀。哦，我刚才在这里看你们吐槽，然后其实我心里边已经有了入围名单。哇，已经有入围名单，这么专业。因为两部分，对，一部分就是最佳拖后腿的名单。哎，谢我没说你。还有一部分就是最佳造型搭配奖。那我就先说一下最佳拖后腿的入围名单吧，就是你们二位。我们吗？谢。没有你。那我们来仔细的看一下。噔噔噔噔，没有任何悬念。如果用最毒舌的方式来说的话，就是如果我去买菜的话都不会这样穿。那接下来就是最佳造型奖的入围名单了啊！当当当当，这位可以入围。哇！还有我们的 MC。哦。是弟弟比较好。真的吗？我扫地的。那我觉得这位，我觉得在我心中是今天的最佳着装。哇！首先他是掌声的，掌声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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不不不。因为我觉得他很符合今天的主题，然后在舞台上闪闪发光。啊！谢谢哥，棒棒。棒，谢谢安慰是吧？谢谢哥，今天非常感谢我们造型老师的到来，来再再次感谢啊！谢谢啦。也希望以后和造型老师多多学习，然后能够给我们搭出一些好看的私服，把我们的品味也提升提升，向你靠拢，好吧？然后那么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告一段落了。如果你们还喜欢这样的走秀的话，不要担心，我们以后还会有的。希望在下一个阶段，等到我们的审美品味发生质感的变化的时候，质的提升的时候，对，我们再来给大家搭出不一样的感觉 ，OK 吗？那么我们这期的节目就到这里了，感谢你们收看，拜拜，拜拜，拜拜。